我要不要把这往后拉一点，就哥哥们可能会看到。哦，还有视线死角。对，你往后拉一点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韩哥跟一博都很厉害的，看不这么说啊。对，哦，那完了，一博坐在最后面。来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季东杰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。出门在外呢，不要带太多钱，不然呢，有可能会烧得慌。所以呢，我一般只会带一张100元。如果钱不够用的时候呢，它还能变成一张银行卡。哦，这可以。我们把这张银行卡放到这个现金提款箱里，然后念出我们的咒语。每周日晚10点收看《天天向上》，每周日晚10点收看《天天向上》，每周日晚10点收看《天天向上》，它就会变成满满的一箱现金，现金。哇！哇，这个可以。哇！哦！谢谢你的师傅东南子。这个感觉为这个节目在淘宝上没少花钱哈，买了不少道具，好棒啊！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变过魔术，我知道一个业余的演魔术的人有多么的紧张，他还挺淡定的，而且今天你好像没有失误，对吗？这样的演员，无论在台上当主持人干什么，他是能够稳住自己的神儿的，这是很大的优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有请另外一位，祝子杰。各位老师们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好，我叫祝子杰，今年20岁，湖南长沙人。每一位，没事，不紧张。不急，重新来。好。湖南卫视每一支优秀的主持团队中，都有一名湖南人，快本的何老师，天天向上的韩哥，还有天天小兄弟的我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组选我的唯一的原因和理由了。哎呀，初次见面，我想为大家唱一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快乐和热情，好吗？